这波的盲 Q 救到了，死了。但换，哎呦，这波阿汪帝来的很及时呀，不然死不掉。哇，很细节啊，汪帝。人头还是阿汪帝的，也不算，也搞不到助攻。这波，哎，很爽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不怕，冲！他没闪的。这 EZ 在干嘛？这一一控完。哇，这么帅、应该杀不掉吧，九月跟不上，我们完了，死了。我操，这个永恩好帅呀、其实方普拉的下路说句实话挺下饭的，这个 EZ 这 EZ 加巴的挺下饭的。好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顶不住了，兄弟，你真别说了。看走位，风风的走位靠左边，那还行，靠左边闪动来了，完了，死了。这永恩，这凯尔永恩有点东西，真的。这个勾到了，哎呦，勾好准，有没有大？没放大，就骗个闪。但是这波自己有点危险，很有闪，不知道被大到大到了。完了，这波很多人，要被阿喜神没压到，还行，闪现躲到了。哎，王帝完了，死了，他肯定死了，王帝肯定死了。哦 ，ADC 有闪现，完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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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闪。他闪这个位置来，他还不他妈不闪呢，真的。是的，他闪这个位置不是白给吗？不想看了，兄弟，我顶不住了，真的。但下路也一直混起来了，其实挺难受的。嗯，杀不掉呀！杀刀！哎 ，go go go go， 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死了呀！死了呀！伤害不够了，我感觉是不够的。我感觉有人在划水，就差一下。有这个机会了吧？有这个几率了吧？难！你别给我难啊！大到两个，就看压血的 ，Q 到两个，别别别，死完了。死完了，粉头君，啊！帅呀！巴德的奇妙幻想啊，这波很有反蹲，拉住我，别怕，横给我冲啊！你不要卖我活生啊！你在怕什么呀？啊！这 EZ 都能跳点了吗？我操！啊！我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兄弟，我血压飙升，你知道吗？有闪现的位。你没有大招无所谓，对面已经冲塔了，你闪现锤一拳，你控到人就有机会反杀。他想锤巴德，我觉得没必要啊，就锤那两个人呀。你都反蹲到了，你就该上来，不要卖大黄呀，对不对？讲道理嘛。你给我玩，我都冲上去了，我蓄了个拳头，直接闪现冲上去，你让他旁边 OB 左扭右扭，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，兄弟，真的，我血压拉满了，我靠。我操，这波让一脸的呀。这一直也敢一脸，我操！然后这维鲁斯闪现往下面闪，说不定也好一点。想越能越，巴德没大，有 TP， 看一下要不要去小老虎，先锁，小老虎还有 W， 快走，还行，有太阳圆盘，不走，走不了，得杀，皇子给我砍！太阳圆盘在了，那个太阳圆盘是可以的。没办法，伤害太。开皎月，但是距离很远，没人跟得上。我操，一直上嘴脸了，皎月直接闪现开，哇，有点帅这皎月真的。没办法，不是，这不能开的，你皎月杀不掉，这皎月还有金身呢。主要是其实第一时间上，就有点风险，就你开他的同时，他可能反开你，你不一定顶得住那一波。完了，晕了。大招也交了。打大龙，但这波大龙会不会给机会？皇神来了呀，这波有点给机会啊。我觉得这波皇上有机会啊，有空间啊。哎，这 life 没人看到。哎，这 life， 哎，被杀来了。要杀人、哎？还行。哎，这皇城能不能启动？皇城，求你了，皇城！啊！大龙是 W 的皇城启动。啊！你别管、啊，你喊好不开心啊！凯来了，哎，王帝，什么意思？送。啊！我这个 W 这小子走位是可以的呀。他好自信啊！我说实话，这有龙这样大我肯定顶不住的，我包闪的，我闭着眼闪的。他太自信了，哎，这波凯加速了，小老虎哎没斩到，我操，他被移了，但是没用。沙皇这个时候有点猛，感觉好像可以一波40秒的复活时间直接推。沙皇逼回去直接踢出来，可以，我感觉有机会一波。一波了，
一波了。这个几个剩下的几个人感觉守不住啊，不大龙 buff 一得守不了线，没大龙 buff 一得还能守一守。这小子走很自信啊。他太自信了，我操！那永恒那个地方大，我说实话，我他妈有毒，他大没大到我就先把我闪给你摁了，我不管的，我操那个位置就哇，两下，大战没血了，我佛哥看到没？小黑子粉佐君，戳死，点他一波，这盘，我操，那一波完全庆功。然后吃饭，赖夫不来，不敢上桌，不敢动筷子了。